本所接获110通报，有一名女子从新竹香山开一部自小客车要来雾台乡，有轻生的意念。本所立即有几人发动民意一起去协行，并通知村长广播到叫当地的居民帮忙协寻，并且调全乡的监视系统找寻该部车辆。于26日零时1点的时候，在伊拉部落寻获该名女子，并将该名女子带还手，通知家属到手领回。家属感激万分，谢谢。